大家好，我是杰森中山店的店长，我叫小轩。Hello， 我是中山店的阿伯。在你这边买了手机之后啊，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服务？你如果在这边购机的话，一般我们最基本我们会先帮你做原本的资料转移。就是妈妈可能本来的手机里面知道，我们会帮你把照片啊、联络人啊、LINE 啊那些基本的都移过来。LINE 也可以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你只要你想要的，我们都做得到。像你那个账户，因为有些他必须要注册什么账户或绑定信箱，如果你本来没有的话，我们都会帮你绑定。那这个的话，我们会提供一个这个还蛮方便的名片，就是我们的背面啊，可以写上你的 Google 账号跟 LINE 的账号，然后连 Apple 的这个都有。就是可以帮你注记在上面。那因为像我们有一些客人啊，他的带爸妈来买手机，可是他会很不耐烦的想要不想教爸妈去使用。对，然后所以他就觉得我回到家头又很痛，那我们就是会觉得说在现场会帮你一次搞定，所以回家都让爸妈开心用手机。那儿子啊女儿他们也很开心。真的，我每次真的我每次替我爸换手机，每一次他都在问我他的账号密码，真的都会一直问我怎么会记得他的账号密码。因为像我们也遇过啦，就是又回到家就会开始问妈妈，问儿子，这个 LINE 怎么用，这个账号怎么又不见了，那我要问谁，然后儿子就会不太想理他，妈妈也会不高兴，或者是爸爸也会不开心。所以来你们这边买手机是除了买之外，连换手机这件事情你们都会帮忙。对，我们都会帮忙服务。那有些我们还是会跟他们讲说，如果爸妈真的有问题的话，来找我们问都没关系，都可以教他，教到会为止。对，像我们很多就是比较年纪比较大一点的那个爸爸妈妈，他们下午都会跑过来找我们学。对，就来问我们一些功能啊，怎么用啊之类的。对啊，所以都不用担心。好，那再问一下，你这个尊龙卡它可以得到什么？像这个尊龙卡，你在购买手机的时候啊，我们要将你的就是一些购买日期啊，还有你的购买姓名啊，都帮你写在这张卡片上面。那这张卡有个功用，就是每半年啊，我们都可以做一个免费更换保贴或者是果冻套。然后再来帮你做一个手机的健检。那如果说这半年到了啊，你的保护贴还是好好的，或者是说你的套子还是很干净，我们也可以帮你折其他的配件，它可以折200块做使用。你说每半年就可以来这边换一次，每半年都可以，就是等于说你来我们杰森买一次啊，可以享有终身的服务，就是它可以一直使用下去，它没有期限的。对，就每半年就可以使用一次。对，那来的时候只要出示这张卡片啊，我们就可以帮你做更换。保贴是指 PET 的那种保贴吗？对，就是那个一般的那亮面的保护贴，那种日本进口的保贴。OK， 对对对。好，就是来你们这边一开始购买的那一张保贴，对，每半年可以更换一次。对，每半年都会帮你更换一次。你就带这张券过来就可以，然后 VIP 尊龙卡，对，它还蛮实用的，还蛮好用，因为它价值大概超过1000块以上。对啊。那如果它这张卡掉了，你们这边会有登记吗？你如果真的遗失的话，你回来找我们，还是可以帮你做一个补发的给你，这样就直接补发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们这边电脑都会有记录你当初购买的日期。那如果因为可能买手机的是我啊，用手机的人是我爸，那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我自己当初忘了跟他讲，那你们会主动去call客人？多半我们都会做到回call的服务，因为我们会有。就是会打电话，就会询问客人说你手机使用上面有没有什么状况。那我们会有分7天、跟3个月，还有半年，我们都会陆续的做回扣，会掌握的那个客人他使用上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。因为有些客人比较避暑啦，他觉得啊手机可能不好用就不好用，他也不会再回来问。这是我们可以提供的服务，是一直都是以来都会，就会打电话，可是只是怕你爸爸觉得很烦。如果是你打我爸打，应该很开心，就会一直接到电话这样。对，他一直想说怎么不打了，不打了，半年了怎么还没打？